Everyone, welcome back. Today we are continuing with the drama Are You Safe? I honestly don't almost even remember what the last episode, well, how it ended.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saw it. I've been a little busy here and there, thankfully not sick, just busy. So I haven't been really watching any of the dramas and haven't really been posting. So let's continue. This is episode 13. Let's continue uncovering everything, figuring it out,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So let's go. So yes, they were still working. Very, very hard. It stopped going. Did it finish? Succeed. Kagula! Kagula!你新研发的这套对讲系统为我们公司避免了上千万的损失啊，我谨代表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您客气了啊，这是应该的。除了新系统，我还把目前所有能搜集到的材料都做了个整理，已经发送到邮箱了。有了这些材料，你现在可以直接报警，咱们也争取能及时制止这个损失嘛。感谢感谢，万分感谢啊。行，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那我送你们。行了，没事，您留步吧。嗨，应该的。以后闲着，常过来喝茶啊。嗯，好呀，您。谢谢啊。行，您再见，再见。啊，慢走啊。先断了那帮龟孙的财路，再让他们把牢底做出来，又能从场上那边大赚一笔。带薪报仇，不愧是你。 I mean, very smart. 少了。嗯，来，爸爸抱抱。哎呀，爸爸。嗯，你说他刚回来就要去上班，累不累？嗯，不累。挣钱就是让你给你买礼物呀，给你买玩具呀，让你开开心心的呀，是不是？那我万一考不上留校，你会生气吗？当然不会了。 那我们就说定了。来，老公，你看看这两条领带，你选哪个颜色？哎呦，腻死了！这个吧。好，配褐色的鞋子。嗯。你跟爸爸拜拜了没有？拜拜。好，你去收拾你的小书包去啊。嗯。拜拜。拜拜。I mean, he's a family man, wants to take care of and help. 嗯。他上学的事情进展到哪步了呀？ 正在找关系，会不会特别麻烦？放心吧，没事。别压力太大了。现在我们离找到军师是越来越近了。周瑶，秦淮辛苦了啊！这次多亏你提供了消息，回头我请你吃饭。不客气，应该的啊。是我们上个月老，下个月小，你真的你是不能抓我。我一定要抓你，明白吗？ 不是，人都抓到了，你还不开心啊？是我老板让我做的。他们这老板才接手这不到一年，这些人都是下线，人就是抓到了也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你的意思不就是说，线索又断了呗？我调查的时候发现，您料场对讲有问题。
跟他们厂商用虎云软件系统有漏洞也有关系，你回头把这消息告诉琥珀吧。我跟马平川八字不合。行，那你就把消息发送给他们公司技术部新来那个胡总。哎，记得要匿名啊。 你说什么？他们动作太快了，一整条生产线都没了。那用来对讲的账号呢？都被查封了。钱呢？损失600多万，还栽进去几个兄弟。我是说，钱的痕迹都抹干净了没有？万一他们顺藤摸瓜找到我们就完蛋了。这个你放心，所有的记录、信息，我都处理干净了。 Come on, guy. Be good. 啥呀，这？哎呦，我们，哎，广场舞那个李老师就是这么教的。老李头，哎，对呀，你也教啊？我说这都下课了，怎么小林老师还在底下放这么嗨的曲？这大男女跟着跳啊？想问哪去看看去？万一是什么暗号？哎呦喂！哎呦，别太早回来呀！这么嗨呢？迟早加入我们广场舞行列。哎呀，哎，教你这个动作。 小范围的，那你挑我，芬姐，我笨。喂，弟弟怎么了？哎，喂，兄弟，你知道这家火锅店多难订吗？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him where he's at. 不是我们不想来，是最近真的太忙了，没空来。你总要给我一个机会表达一下感谢吧。还有我的人，你的心意呢？我们替你领了啊，真的来不了。不行，你们不来了。 唐唐不也就不来了吗？丁丁，听你这话的意思，你只想请小唐姐啊？哎，倒也不是，那个，哎呀，我们俩现在什么情况你还不知道吗？那你现在，天意，我就是想跟他说一句对不起。那你当面跟他说好了。我倒想当面跟他说，那他现在。 都不正眼瞧我一眼，哎，那个唐小姐现在在你身边吗？能不能？我跟她说两句。行吧，等着。唐姐。哎。有人找你。谁呀？喂，你好。喂，唐唐是我。哎，你跟她说。小唐姐，唐唐求了我好几回了，你接一下。喂。他求过我好多次了，他有话跟你说。 喂，唐唐，听我说。<笑>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再见。别挂，唐唐，听我解释。我就想跟你道个歉。你说吧。<笑>我不应该一时鬼迷心窍，在网上跟陌生人寻找安慰，看那些少儿不宜的东西。嗯。我最不应该。 事发之后，瞒着你没有主动跟你坦白。讲道理啊，以我们的关系，你确实不需要向我坦白什么，只是你的行为真的让我觉得很不好。我不理解。我知道，我已经痛定思痛，认真悔过了。我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看过，而且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再看了。我保证。你能不能原谅我？<笑>丁丁啊，有些事儿你做了就是做了。 我不可能当做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真的已经痛改前非了，真的，我最近都在吃素，我都清心寡欲了。不信你可以来我家里亲自验证一下。你别蹬鼻子上脸啊！谁要去你家呀？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总之，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丁丁，如果你真的能从这次教训里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它。 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但是至于我们俩，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对你确实没有那种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想要跟你谈恋爱那种好感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可以当个朋友的，所以你也别跟我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本来就不欠我什么。丁先生，不管怎么样。 能够认识你，我还是很高兴的。哎呀，everybody handles things differently.
Everybody thinks differently. I like the way she thinks.点这么多菜，把我请到这儿来，不会只是为了跟我叙旧吧？<笑>您的时间这么宝贵，叙旧成本有点大了。三件事情。哦，三件事情，说说看。第一件事，我听说明德要展开编程的课程，那势必会对原有的系统做一次升级。那我觉得呢，与其 对旧系统进行升级，还不如针对这个编程课置办一套新的系统，做一个新的机房。我已经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发到您的信箱里头。您要是有时间，可以过目一下。平川啊，事情呢是个好事情，但是站在学校的角度，最好还是公平竞争，你懂的啊。<笑>来来来，学长。 这事儿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啊，这个机房的所有费用，我来出。哦，算是我捐的。平川啊，这件事情呢，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需要回去和董事会开会研究一下。啊，理解。该走的流程，那肯定得走。 那我就这次捐赠也做了一个协议，也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头。第二件事情，当年您结婚，我不是没去吗？啊，挺遗憾的。那这次呢，给您准备了个小小的礼物，来，表表心意。哎，平川。 咱们之间隔着好几届，当时也不熟，很正常啊。礼物太贵重，现在不是熟了。我知道现在这个东西 tries to bribe him， 很多人啊，就因为这个出了事儿。我的意思，您不用把这个当成一块表，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放在家里头。 有时间了，有兴趣了，拿出来把玩把玩。继续。我安排车把您送回去。这，那应该的，应该的。哎，行。好，小心啊！谢谢。 那学长，这个时候，嘿，小刘，送上楼啊！放心吧，先生。平川，你女儿叫什么名字来着？马青青。马青青。好，我记住了，费心了。去吧。 看这些东西，不用再看了。我不看，你看啊！哎，你怎么那么大的烟味儿啊？带回来，又应酬去了？跟明德的校长吃饭去。哪儿的校长？明德的校长。这么装！ 然后呢？你说。我觉得转学的事情，八九不离十了。
But it's not a definite yet.你别让我一句一句的问你，往后说，急死我了！你先别喝。这个明德的校长，以前是我的学长，那多少还是有点私人交情的。啊，那我就送他了一个小礼物，就主要是我答应免费帮他设计一套编程的教学系统。然后呢？就免费的编程系统，换了一个名额吗？对啊，我也很贵的，好吗？那一分钱不用花的吗？花了，我不是买了个小礼物吗？买什么礼物？那不能告诉你。早告诉你，不用担心。我洗澡去了。嗯，快点，把衣服脱了，快快快快快！我这事儿明天我非得和我妈说一声。快快，你把衣服脱了。I mean, I hope things work out for his daughter. I guess we'll see. 怎么样啊？有了，有机会修复了。真的？那质检为什么不行啊？GitHub上有个大神发表了一个补丁。啊，那什么意思啊？啊，GitHub 是软件源代码托管服务平台。你把它看作是一个论坛就好。然后我就试了一下，马上就有效果了。我估计再有个三四天，应该就能修复完成了。太感谢这个恩人了，不然我要一直内疚下去。所以呢，虽然我们的虎云在分布式拒绝服务抄送方面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但同时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 bug。如果我们再不升级，很快我们就会被市场淘汰。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Mason，你刚才说的这个漏洞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漏洞？有多严重？到底？这个 bug 呢，已经存在很久了，并且呢，已经使我们的用户爽滋滋饮料厂蒙受了损失。这个消息呢，已经得到了警方的证实。Mason，这个漏洞是你自己发现的？Yes。所以呢，这一次我想组建一个 new team， 为我们的虎云注入一些 fresh blood。挺好，不破不立嘛。啊，这么快就改革，那我们公司股东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吗？我这么做呢，也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考虑。我相信我们的立场肯定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公司好，多挣钱。但是你一上来就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步子会不会太大了呀？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年轻人有冲劲儿倒是好事，真的。马总，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没有处理掉之前的漏洞。爽滋滋饮料厂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承认啊，那件事情我们确实有责任。漏洞呢，既然发现了，那肯定是要去补的。但我觉得以我们现有团队的能力，补这个漏洞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没有必要去重新创建一个团队，是吧？周期长，成本高，不值当。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平川和温森配合着来，你们俩任技术部的联席 CTO， 好吧？但至于那个虎云项目呢，就移交给温森来做。如果你们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这么定了 ，OK。OK， 谢谢徐总，我会努力做好的。Not everyone is happy。什么联合 CTO 组建新团队？就连咱们技术部最核心的项目虎云都交出去了，那徐总不是摆明了让胡德正夺您的权吗？这是徐总为了公司的大局观考虑。马总，要是我们这帮老人都被搞出去了，那咱们技术部啊，可真的彻底就是姓胡的天下了。别乱说话。都是为公司打工，
是，我承认，论着创造力和体力，我们这帮老员工啊，确实赶不上那些年轻的。可是，我们也是从年轻一路为公司奉献过来的，对不对？您看我今年也35了，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都得还。那就算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有哪个大厂会要我这个年龄段的老程序员啊？是吧？老总啊，我真的求求你了，让公司啊给我们留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呢，会尽力啊，为你们想办法，不至于，啊，不至于，别着急，放心。徐广明把虎鹰交给胡德正。更糟糕的是，胡德正发现了我在虎鹰留的后门。他没怀疑你吧？胡德正急于邀功，一发现漏洞就去报告徐广明了。还没来得及发现我跟洛东之间的关系，我正好趁机把漏洞补一补。那要是这样，咱们就没法查看饮料厂内部资料了，这生意他就彻底做不成。我研究了他们的防御系统，原理就是不让一个账号大量对接，我们只要用真用户数据就可以绕过去。真用户数据，好，我去找。明儿见啊，老陈。哎，明儿见啊。慢点。好。You found someone? 老陈，哎，你还不走啊？我马上就走。啊，那我先撤了。哎哎。说实话，我跟你合作这么长时间，我还没见过你的真面目。用不着。你怎么还没走啊？我拿完东西马上就走。你死活不肯上传那些人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咱们根本就不用见面。我要是上传了电话和地址，加上身份证，这三件套你们凑齐了，到时候不给钱怎么办？不信我？哼，我这儿只信任人民币。现金。微信、支付宝转账不就完了吗？不安全。阿姨，我把换洗的衣服和毛巾都放到里面了，这样方便你拿。你想的可真周到，阿姨呀、啊，要是有你这么一个贴心的女儿就好了。阿姨，那我现在先把衣服给你脱了，这样的话你洗的时候也方便啊。不用不用，我自己一个人能行。行，那我在外面，你有事儿随时叫我。哎，I hope she doesn't falls or anything.
姨，阿姨，你没事吧？我摔了一跤。摔了？阿姨，这个钥匙在哪儿？在客厅的柜子里。啊。没事吧？你现在还能动吗？我还能动。你稍微等我一下。哎，阿姨，没事吧？你伤哪儿了？疼不疼啊？来，我看有没有摔着。来 ，She's got bruises everywhere。行，一、二、三。我自己来吧。阿姨啊，要不咱们还是去趟医院吧，我不放心。哎呀，不用了，就是摔了一跤，而且我现在已经不疼了。那我去拿红花油给您揉揉，这样淤青散得快一点。真的不用麻烦了，谢谢你啊。阿姨，你身上和腿上怎么这么多伤啊？都是我以前不小心摔的。那康复中心的人都不管吗？小木，这件事儿你不要告诉陈默。这孩子爱多想，不想让他操心。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你也能体谅阿姨，对吗？想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出去说吧。Oh, I was hoping that she's gonna tell him. 怎么了？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今天阿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哪儿了？严重吗？哦，没事儿。只是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其他的旧伤。我妈身上有伤？哎，阿姨不跟你说，肯定也是怕你担心啊。但确实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腿上也都是，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好，我知道了。我去看看他。那你跟阿姨好好说。放心，我有分寸。妈。小莫，这个时间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了，妈？把袖子卷起来让我看一眼。好端端的，这胳膊有什么可看的？就看一眼。哎呦，这个点儿你该去上班了。你说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去去去，快快快去工作去！看一眼。哎呀，有什么可看的？小莫，小莫，你干什么呀？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伤啊？哎呦，就是今天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哎呦，别大惊小怪的。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赵红玲这张姐做的？妈说的就是实话。再说这事儿跟张姐有什么关系？你别胡思乱想了。妈这行动不方便，你也知道啊，磕磕碰碰也正常，妈都已经习惯了。
不是我自己去问，小莫，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事儿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是妈自己不中用，妈，是我没有照顾好你。这孩子，你别这么说。你现在回来了，每天陪在妈妈身边，妈妈比什么都高兴。 别瞎想，妈真的没事儿。妈，哎呦，你看你。怎么样，阿姨没事吧？没事儿，我出去一趟。你去哪儿啊？康复中心吗？ 我跟沈姐关系很好的，你不要乱说。我想知道一下我妈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确认一下事实的，我要看一下你的监控。院长，我也是这儿老人了，出阁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你要相信我。陈先生就是想把事情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监控室看一下，澄清事实，也给家属一个交代。来，陈先生，请。谢谢。 Is she gonna ask someone to delete things, and they will not be in the file? 这不行，这硬盘打不开。我想起来了，之前。He's like, let me try to fix this. 现在好多视频都没有了。还挺巧的，我们一来，硬盘就坏了。啊，是这样。那个前段时间我们院里工作比较忙，我也没来得及上报。你这个主管怎么当的？坏了都不能上报。 院长，说不对，都是我的失职，说不对。你的事儿回头再说。陈先生，今天这事儿真的是抱歉。不过我们康复中心自从开业以来，从来没出现过虐待老人的事情。这样，既然你已经反映了，让我们调查一下，回头给你个回复，你看可以吗？ 你说这监控坏的也太巧了，我也觉得奇怪。先回家再说吧。裸聊有危险，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以为不裸聊就没事了吗？有篇新闻报道过，有个机智的小伙发现聊天对象是个骗子，就好奇的想看看这骗子到底长什么样，就打开了视频，而且只看了一眼，然后他就收到了一个视频。 他的头被AI换脸成一个色情视频里，而且天衣无缝。聪明反被聪明误，惨遭对方勒索，只能报警。所以提醒大家，时刻警惕与陌生人的视频聊天。All right, definitely as I thought, that caretaker message someone and clearly had things deleted, which I'm guessing it might have been the guy that was showing the camera footages just now as well. So they kind of work together in a way. One helps the other one hide tracks when needed, and the other one maybe somehow gets compensated, or who knows their relationship. So I hope again that gets found out in the open, people get justice, some get fired or whatever is going to be punishment for them. And I hope his mom, you know, will able to talk about it and kind of like, I guess, tell of what exactly happened to her and maybe things that happens to other people in there as well, which is absolutely horrible and sad, considering, you know, you sending your loved ones to be taken care of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ends up be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direction. So with this episode, we focused a lot on that other guy with the glasses. So we had that. And again, I'm still not really sure where I'm at with him. Of course,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 totally no. But then I'm kind of like feel bad in a way because he is trying to work hard, support his family, and give the best for his, you know, wife and daughter. So I feel bad on the other side, but then certain things, certain way he does is a no-no for me either. So we'll be seeing the next episode and we'll take it from there.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topping by, watch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so you know when things come out, and I will see you next